雷布洛斯，啊，对呀，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遇到麻烦了可以找我们呀，我们可以帮你解决。是你们靠得住吗？当然靠得住呀，不过你得告诉我们你的师傅是谁，这样我们才能帮你找呀。那我就勉强相信你们一次吧，我的师傅可是很厉害了。很厉害的奥特曼过去了，你得说具体一点。就是，哎呀别急呀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师傅的头上有一个大大的牛角。大大的牛角，那就是他的呀。他是谁呀？对呀，罗森也是奥特曼豆豆，很好找的。罗索奥特曼、梅加诺杰克、盖亚奥特曼、奥特之父，找到了。雷克斯，你的师傅是不是就是奥特之父？是有两个大大的牛角没错，不过我的师傅不是奥特之父。哪里？不是，是错了。那你说说，你师傅除了有两个大牛角之外，还有什么大特征？没错，你必须得说详细一点，我们才能更快地找到你师傅。这个我的师傅穿着一身很帅气的黑色衣服。黑色衣服？你都说是什么的呀？就是，这个范围太大了，这怎么找呀？穿黑色衣服，我知道是谁啊。什么奥特曼？你想找谁呢？你们马上就知道了。杰德奥特曼、德凯奥特曼、达拉贡、布鲁奥特曼、阿伯拉斯。哎，找到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就是黑暗迪迦。黑暗迪迦？可是他没有大大的牛角呀。是没有牛角，不过他穿着黑色衣服。瞧瞧，要不你试试？好，雷古洛斯，你师傅是不是黑暗迪迦？你们这找的什么呀？我的师傅怎么可能是个反派？气死我了！就知道你们靠不住。嘿，你打我们，我们还没生气呢，你凶什么？师傅身上还有文章，身上还有文章，你的师傅越来越迷糊了。确实，听得我心里一头雾水。那我想想，哦，我大概知道是谁了。你说的是谁了？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。赫尔贝洛斯、赖特塞斯奥特曼、杰德奥特曼、希多拉姆，哎，就是你了。雷古洛斯的师傅应该就是他，迪亚波罗。哎，这次看起来好像有戏。我看也是八九不离十了。有文章，穿黑色衣服，有大牛角。你问问雷布洛斯是不是找对了。好，雷布洛斯，你的师傅是不是迪亚波罗？什么？你们居然把他找过来了，还说是我师傅？你怎么又打我们？就是有牛角，有文章，有黑色衣服，不就是迪亚波罗吗？咱们也没说错呀。你们知不知道迪亚波罗跟我师傅什么关系？你们就乱找。什么关系啊？迪亚波罗可是不择手段害了我师傅，所以我跟迪亚波罗不共戴天。明白明白，那我闭嘴。那你们快抓紧时间帮我找我师傅呀。那你说说，你的师傅除了有大牛角、穿黑色衣服、有文章，还有什么特征吗？没错，你得再说具体一点。我都说了这么多了，还找不出来？你们真是太不靠谱了！都帮你找几个了。